ยากที่สุดก็คือเรามอง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ทางสังคมมากกว่า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ลายๆค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ยอมรับ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 transgender เท่าไหร่ทุกคนอาจจะมอง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เพศที่แปลกแต่จริงๆเรา อยากให้ทุกคนมองค่ะว่าเราก็คือคนคนหนึ่งค่ะ那你爸问他说他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没有ค่ะ没有 OK I can 担心你跟他说我可以啊我觉得他就是女生大家好，我是蹦板，又到了一年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泰国的泼水节。这次我又来泰国啦，想破头脑，我已经想不到要怎样拍比去年更狂。那作为第一站的影片，总算让我想到一个大家最想好奇的东西，也就是我的胡说八道系列。那这一次我斥资了六位数，先包了一栋 villa 然后我们这次访谈的主角呢，就是泰国最著名的人妖，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当人妖，以及说他们当人妖之后都在干嘛。所以今天我就邀请了大概十多位泰国排名前几名的人妖到我的 villa 啊，跟我一起喝酒，一起聊天。那我们进去吧 ，Go！ 好，历经五个小时，我在曼谷收集，就是目前全曼谷最漂亮的变性人，来我这边就跟我一起聊天，然后喝个小酒，然后我们欢迎他们到这边来。每一次到这种场合，对不对？一定就要喝酒。那我就先开一支，我今天好不容易包鲜奶看到的这么大一支酒，所以我今天开过来，就是先开喝。我比较敢问，因为我很怕被他们打，因为毕竟他们力气可能都比我大。看这支真的有点重，那这支放这边，我先喝一口。好，再开始，我才敢问问题。因为今天邀请的蛮多，我主要是以我左右各两位先访问，那其他人如果有给我们更好的回答，我也会把他们带过去。我跟你讲，我刚喝那一杯，我现在有点懵掉了。我跟他讲一下，自从我隔掉位之后，我现在酒量变超差。哎，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几岁？吃米铺哈。米铺。哎，还有27岁。没水。啊。新娜啦。新娜啦。娜拉，娜拉，哎呦，超人进来。你好，我叫平平。等等，你有没有讲中文？会啊。你台湾人是啊？先出去。26哈。26岁。26岁。为什么你会讲中文？那我学习啦。哦，他有上过课。สวัสดีค่ะ，是娜娜นะคะ，อายุ26ค่ะ。娜娜。ใช่ค่ะ。娜娜。娜拉，娜拉。娜拉，那 you name？ 娜娜。哪里不一样？好，那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会想问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做了变性这个手术？那为什么会做？ก็อยากเป็นผู้หญิงตั้งแต่รู้สึกจำความได้เลยก็คือตั้งแต่เกิดมาก็คืออยากเป็นผู้หญิงเลยค่ะแล้วก็เริ่มที่จะ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ตัวเองก็ตั้งแต่ตอนอายุ13เทคฮอร์โมนแล้วก็ฉีดยาคุมแล้วก็แต่งหน้าไว้ผมคือจะบอกว่าจริงๆไม่ได้อยากเป็นคือมันเป็นเองมั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ที่เรารู้สึกว่าเราโตมาเราเป็นผู้หญิงแต่ว่าสังคมอ่ะเรียกเรา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ทรานเป็นกระเทยใช่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เพื่อนไม่รู้อ่ะ我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所以我不知道给什么我不知道给什么反应的这可以吗哇嗯但是我完全听因为他讲太快我完全听不懂他是每天他就学习他本来他以为他是女他不是男孩子他自己以为他是女孩子所以他想变女孩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想过要变过是你们一直都觉得你们是女生其实这个我觉得蛮酷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认为说他们想要变成女生，可是他们的现在回答是说，他们不是想变，是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女生。很多人会跟我们讲说，泰国男生为什么会变成女生，是因为第一个泰国男生只能当和尚，因为要赚钱，然后第二个是就因为要赚钱所以变女生。我跟你讲，变女生没有很简单，要用钱。我们做不是想赚钱，如果我们变女，我们可以赚什么钱？我问你，可以上班。如果我们是男生，女赚少，我们也可以上班跟你们挣少的。有好多人说我们没有尊重我们，我知道。对，然后我们要努力，身体是男，要吃药，要照顾他和皮肤，要照顾他变女。本来我要谢谢你，我喜欢这个。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说啊，这个因为好多中国人不太懂这个。我很喜欢泰国，然后我也在泰国待很久。那我常看到你们这些就是
动过手术的女生，我都会叫你女生。那你这问题让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得到一个我觉得我想要的答案。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也不要问，因为我觉得我再问下就是对你们不礼貌。我想要知道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因为我当然知道他们可能要打很多女性荷尔蒙，然后一直保养自己身体，甚至可能不能吃东西，要保持自己很瘦，不然看起来就不像这么漂亮的女生。ยากที่สุดก็คือเรามอง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ทางสังคมมากกว่า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ลายๆค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ยอมรับ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 transgender เท่าไหร่ทุกคนอาจจะมอง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เพศที่แปลกแต่จริงๆเราอยากให้ทุกคนมองค่ะว่าเราก็คือคนคนหนึ่งค่ะ那你不要问他说他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没咪哈没咪 OK I can 担心了你看说我可以啊我觉得他就是女生我刚才有一点被电到真的有被电到那你帮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不同的意见我想法也跟他一样的是要别人了解我们是女的很难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对所以不能骗他们那我现在问一个最简单问题好了要变成女生要花最多钱的是什么东西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本来他们都是男孩子但是他的 身体小本来就像女了所以不用赚很多还有另外一个他身体大身体不像女他也要给钱赚太多所以每个人不能输啊 It's about Q 人No, it's number one expensive. 你的你那个苹果低，差啊，苹果。他说，如果是比起来，把下面给切掉，跟做脸，脸花的钱更多。เมื่อก่อนนะมันใช่คือแปลงเพศคือจุดสูงสุดแล้วก็แพงที่สุดแต่ตอนนี้นวัตกรรมอะไร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มันเข้ามาก็คือร่างกายแล้วก็ใบหน้า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นนี้คือจุดสูงสุดและแพงที่สุดใช่不好意思，如果说没有太没礼貌呢，下面现在也有贵有便宜。脸也一样，我想跟鼻子一样。我发现是我不太会问问题，我要问一个最厉害的问题，问一个比较好问题。我们就问这四个好了，他们有没有算过说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花了多少钱？200万泰铢。哦，能总难总难。总难。能有。100万。能难。有诶。哈神。Why very cheap？ 好啊，很便宜吧。哦，他是他有在接工商，但也是他花的钱比较少，所以他只要50万就好。那 you 三哈，想跟他们 engage 半配。那 you number one 对，因为有的，你没有免费。我贵，因为我没有免费。OK， 你跟他讲说他没有免费没关系，今天我加他薪水，因为他今天表现非常好。啊，我想知道他们当初在决定要变成女生的时候，家人或朋友中有没有非常反对的？我妈妈想要女孩子，我爸爸是警察，他要男孩。三岁四岁了，我有姐姐，我天天陪姐姐，我以为我是女的，我拿我的姐姐的衣服穿，然后妈妈就骂我，想法她怕我长大以后老了没有老公。我有，你可以来台湾找我。对，他怕我困难，怕我老了没有人照顾我。对，是先的想法，但是我长大了，我让他看到我可以变女，可以变漂亮，自己上班还可以养人家、管人家，学习也很厉害，所以他们了解，他们没有担心我。对，ที่เขาเสียใจ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กลัวว่าโตขึ้นม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เจอความรักที่แบบว่ามีคนรักเราจริงๆเขากลัวเราโดนหลอกโดนผู้ชายหลอกผู้ชายไม่รั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ป็นห่วงเราว่าโตขึ้นมาเราจะอยู่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จะมีคนรักหรือเปล่าจะมีคนรอบข้างที่อยู่ข้างกายเราหรือเปล่า我现在比较纳闷是因为刚刚我问所有人的职业我一直以为他们的就变成 lady girl lady boy 都是就是在做八大行业但实际上这边没有一个做八大都是因为很多这边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我朋友介绍来，然后来帮我拍片，然后我倒是蛮意外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印象中他们会变成这样，都是去做八大。那刚刚 you 都电影明星啊，电影明星 Siri 哇，刚有提到说是他们就是变成变性人没这么容易。那我想知道就是，当然外界最好奇，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对于就是交男朋友会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还是说比较不能 没办法克服的地方，还是说他们是其实有些人是喜欢女生的 ？I like tomboy。
Oh, you like a tomboy? เวลาไปไต้หวันเคยมีทอมบอยมาชอบแล้วเขาหล่อแล้วเราก็ชอบเขาเขาเทคแคร์ดีมากเราก็ชอบเขาแล้วเคยร้องไห้กับทอมบอยด้วยก็เสียงเต้าเชียงใจไอ้ไม่อยู่นานไม่อยู่หนุ่ย就是在一起开心就 OK 啦哇他的回答这是经典的交男朋友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朋友的男朋友朋友的男朋友就是如果你是我男朋友你喜欢我但是 你朋友就笑你们怎么样啊对对对对就是然后让我男朋友有一点不好意思压力 对你们会跟他讲说 你是男生吗我男朋友知道我是变性他了解然后我还好我的好意我男朋友了解我他就跑跟别人说我男朋友是变性我本来我跟他说不要说啊但是其实你看不出来啊真的吗真的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来啊我没有跟别人讲我是变性我以为我真傻啊我是女的真傻但是有一个男孩追我了我看他很像认真跟我认真我要跟他说我自己是哪样因为如果现在不说以后在一起他才知道我不想浪费他时间所以我提前跟他说还好我男朋友了解他不是 gay 他是男孩子喜欢女孩子但他的想他的心里面就觉得你是女孩子我在他的眼睛里是女孩子那เคยคบกันตอนเรียนหนังสือตอนผมสั้นตอนถ้าเกิดตอนเรียนมัธย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จะต้องตัดผมเกรียนสมัยก่อนผู้ชายก็รู้อยู่แล้วก็อยู่โรงเรียนเดียวกัน好那因为以上问题其实我本来讲说今天我们来应该说不是我们来是我来这边讨论这些这个他们这个变性人的过程的时候我本来是抱着就是说实在就是想要了解更多这的问题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去问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是不尊重他们那而且我今天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反而就是觉得我连我自己现在坐在他们身边刚开他们进来的时候我还有点抱着开玩笑现在觉得他们是男生然后但是我现在坐在这边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女生那回归到本频道的宗旨好不好我就今天当他们是女生我要跟他们玩喝酒玩游戏人称台湾游戏王武藤蹦又要再现江湖啦 OK 马路囧 OK 你是赢要赢三次你如果赢了就5000块但如果输了你要被我丢下去OK 1 2 3 1 2 3 1 2 3 游戏王武藤蹦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耶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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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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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这一把我应该是要赢的，我不能这样欺负他们。对，所以我跟你保证一件事：下一把如果我输，我自己先跳下去。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要是下一把再输，武藤游戏蹦，好不好？让给别人。六，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带，来看。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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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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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能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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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送三。对 ，OK， 拉屎聊的，能送三，能送三。来，能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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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05605，快06006。能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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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送三。来。不要不多说。
loser， 来，好快。哇，这个有点重。好，这行了，这行了，哇，够 ，Yeah， 够，别放呀，啊，哎呦，真美，哎呀。感谢今年大家参与我的泼水节，那今天我拍得很开心，我下去玩，大家再见，拜拜。一、二，拜拜，拜拜。一、二、三。